处回战的世界充满了变数，术士们的生命总是岌岌可危，无论他们是学生还是特级术师。这些术师有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们是咒灵，但有时更大的敌人可能潜伏在人类之中，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自从虎杖悠仁的故事开始，似乎咒术回战的反派角色知道的太多事情，有些情节是任何反派都不应该知道的内幕。他们了解关于咒术高校的一切，虎杖悠仁甚至五条悟肯定有可疑之处，连五条悟也察觉到这个奇怪的事情。之前敌人对天元的容器，夏游杰和五条悟行动了如指掌，甚至还知道如何进入了东京高校的地盘。在动画第六集中，有一个不寻常的任务，派遣一年级生对抗特级咒灵。到了第十集，五条悟认为这个任务是高层的恶作剧，然而在第十集的开头对话中，卷所透露了他为了测试虎杖而设计了这个任务。故事一开始就提到了内鬼的存在，而且由于遭受到未确认的特级咒灵袭击，五条开始考虑内鬼的可能性。当咒灵袭击京都姊妹学校交流事件时，五条悟的直觉得到了证实，肯定有叛徒在他们中间，而且叛徒还不止一个。于是在地漫画33话，五条悟与安格基讲述自己的担忧，并要求他调查京都学校。随后在第79话中，格基透露了调查结果。格基透露内通者有两人以上，其中一位高于校长级别，无法轻易对其下手。那么接下来将讨论叛徒是谁。机械丸第一位的叛徒身份已经确定，他就是属于咒术高专京都校的究极机械丸，也就是羽性级。他与禅院真希和伏黑慎儿一样，都是天宇咒缚的受害者，羽性级与他们截然相反，以惊人的咒力为代价，失去了身体的自由。他泄露了情报给敌人，他的目的是为了真人的无为转变治疗，他成为叛徒是为了获得健康的身体。另外，羽性级在羽卷所和真人进行交易时，提出了不对京都校的人下手的条件，他并没有从内心背叛咒术高专。羽性级在治疗过后与背叛约定的真人对战，最终败北，度过了无奈的末路。接下来另一位内通者的真正身份是谁，我们将解释有可能的成为叛徒的人以及原因。安格基发现了至少有两人和高于校长的高层部门的条件，接下来我们将从叛徒候选人的条件和性格特点出发。夜蛾正道被提名为叛徒候选人之一的是咒术高专东京校的校长夜蛾正道。夜蛾正道是咒术高专东京校的校长，属于高层人物。在百鬼夜行事件中，夏游死后，夏游杰去世的时候是夜蛾正道处理的，由于未将夏游杰的遗体进行火葬，导致他被卷所占据。能够取得一位被通缉的人的尸体，这明显是有信息操纵和内部指示的第三方介入。夜蛾也擅长傀儡操术，与机械丸相似，虽然他的咒骸控制范围不及机械丸广泛，但他能够制造完全自主的咒骸，据使用方式甚至能够创建军队，这引起了高层的担忧。也有可能他从卷所那里学到了完全自主型人工咒骸的制造方法。此外，由于他突然创造了一只突变的自主型熊猫，他担心自己最终会受到怀疑。如果假设真人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将自己孩子的灵魂移植到熊猫身上，然后用术士将其恢复成人类，那么这是否是夜蛾正道背叛的动机呢？不幸的是，夜蛾正道在涉谷事件后被杀死，在涉谷事件后被根据高层的命令杀死，所以这真相沦为黑暗之中。乐言寺加深，乐言寺加深被五条悟称为保守派的领袖，我们可以推测他与高层部门有密切的关系。就算虎杖吞噬了素挪，无论素挪的能力如何，死刑似乎都是首要选择。然而乐言寺并不仅仅是出于陷害的目的而行动的保守派，他留下了为了个体不应扭曲集体的规则的话语，他的判断一直是为了保护组织。而且乐言寺校长的担忧在涉谷事件中素挪的屠杀变成了现实。夜蛾正道能够创造完全自主型咒骸，高层不担心夜蛾不是偶然地完成了这个咒骸，而是意图率领一支危险的军队。然而当时夜蛾声称他不知道如何创造这种咒骸，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在夜蛾快要死去的时候，他告诉了乐言寺这是对你的诅咒，并教了他创造这种咒骸的方法。素挪的一对一战斗即将来临，五条悟来到了涩谷，在建筑物的屋顶上他看到了乐言寺。乐言寺坦白地说自己就是夜蛾的凶手，但得到的却是冷漠的回应。然而乐言寺既无法向五条悟，也无法向熊猫直接表达他的愤怒，他感到沮丧地问，为什么你们都要对我下咒呢？于是五条悟解释自己是事件的起因。五条意识到他没有将制造完全自主型咒骸告诉上层，然后对乐言寺说，
如果你成为总监部的领袖，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五条这样承认了乐言寺的价值。乐言寺是唯一一位校长以上的高层部门，可以了解五条的行动，他似乎也能够调整虎杖等人的任务地点，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怀疑。此外，乐言寺校长从一开始就散发出令人不快的氛围，因此他是否叛徒的猜测并不会引起太大的震撼。此外，他被五条形容为洁癖手册的人，似乎不太可能背叛咒术界，而且他像伊地之一样参加了五条对宿傩的战斗，这进一步减少了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天元，提到天元，他无疑是咒术回战中强大的术师之一，如果他是叛徒，那么其影响将不可估量。天元以不死的术师而闻名，换句话说，无论他受到多大的损伤，他都可以继续生存。此外，天元擅长使用隐藏结界，这意味着他可以隐藏自己的存在和信息，换句话说，就内通敌人泄露信息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能力。此外，天元与卷锁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天元对卷锁表现出警惕，这表明天元并不与卷锁的行动或思想保持一致，对此感到戒备。考虑到这一点，天元是内通者的可能性可能不太高。如果叛徒不只是高层，如果排除高层的话，也有几位角色也是非常可疑。加入萧子，加入萧子由于是医生身份，他几乎可以获取高专内部的所有信息，同时他也是少数几个知道虎杖复活的人之一，然而卷锁却知道了虎杖的复活。然而加入不符合校长及以高层级的条件，而且根据过去的描述，五条悟对他这位昔日的同学非常小心，并且没有展示夏油姐的遗体给他看。此外，入对五条和夏油有深厚的情感，他目前支持五条，由于他们之间长期的交往，如果他是叛徒，五条悟不太可能察觉不到。加入曾经是最有可能成为叛徒的候选者，但现在看来他的可能性很低。狗卷吉，二年级生狗卷吉也在涩谷事件结束后被列为叛徒候选者之一，原因是他自从涩谷事件以来一次也没有露面。在涩谷事件中，狗卷受了一次严重的左臂受伤，但从对话和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应该并没有生命危险，而且似乎有意识。考虑到珍惜和熊猫都登场了，他不出现有点不自然。此外，他的心理描写相对较少，这也加深了他可能是叛徒的疑虑。也许他想与大家正常交谈，但为了消灭术士，他可能与卷锁合作，这也是一种可能性。然而他并不符合校长一高层的条件，而且在原作的第220话中，他悄悄地再次登场，之后还与伊谷交谈，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形象，因此支持他是叛徒的观点似乎有点薄弱。一的枝节高，一的枝节高是咒术高专东京校的副监督，他经常与五条一起行动，是一位常常被五条搞得很辛苦的人。五条遭到落狐袭击是在前往与夜蛾正道共进晚餐的路上发生的，开车前往晚餐地点的人就是伊的枝，换句话说，他有可能泄露了五条被袭击的地点。此外，伊的枝也像加入一样，是知道虎杖复活消息的少数人之一，他也是将高危险的任务交给了三名一年级学生的人，而这是在五条出差期间发生的。然而他也不拥有校长以上的地位，也没有明显的背叛动机，他还参与了五条与宿傩的战斗，担任支援角色，因此可以说他是叛徒的可能性较低。叛徒的身份确定了，接下来最有可能的叛徒是他们。在第191话中，总监部似乎听从了卷锁的命令，但在涩谷事件发生后的时刻，总监部应该还有一些正常的成员存在。不过根据卷锁的言论，总监部的大多数成员从涩谷事件之前就听从卷锁的指挥，卷锁在涩谷事件后清除了那些碍事的人，总监部完全被他掌控。根据时间线，故事初期就有可能存在卷锁的同伙在总监部内，另一位叛徒几乎可能是总监部的成员。虽然我们不知道总监部的成员名字，但他们早在第0卷就出现了，据说总监部相当腐败，所以有内鬼也不奇怪。在第191话之后，总监部的所有成员都可能是叛徒，但根据第223话的情节，我们可以猜测总监部的成员都被杀害了，虽然详细情况不明，但根据场面的描写，到处都是飞溅的血液，现场一片混乱，显然是某人所为。根据五条悟的讲述，总监部的尸体出现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猜测是五条杀害了他们。统治咒术界的人们全部灭亡，这个场景相当令人震惊，但由于没有特别的解释，读者之间产生了困惑之声，关于凶手也有各种猜测，最有可能被提及为杀害高层部成员的凶手是五条悟，考虑到他以前就讨厌高层部，甚至发表过要不要把他们都杀了这样的言论，
认为他是凶手是很自然的。此外，简而言之，能够杀死那么多高层部成员的实力者并不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五条成为凶手的可能性似乎很高。也许五条悟早知道他们是内鬼，加上他们非常的腐败，于是五条悟将他们全部给杀了。在总监部全灭的情况下，现在在考虑叛徒的身份可能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也没有详细告诉我们他们是不是叛徒。然而在故事中，有时我们会看到本来被认为是盟友的人突然变成敌人的情节，所以即使不是叛徒，也可能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背叛情节等待着我们。你们觉得还有谁可能是叛徒呢？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